那你要交女朋友是不是就会比较麻烦？为什么？因为妈妈在家啊，隔音弄好就好了。哦。你也算是熬过半太岁的一年。对，就是去年。我觉得你急太来吗？有啊有啊有啊！我觉得我现在状态调整不错。我前阵子的时候，就是有请那个老师来我们家看风水，帮我家里调整了一下。然后调完之后，他把我的工作的地方移到了另外一间，然后说有一些位置要面哪里，要什么什么的，点了一些精油什么的，然后让我的工作比较顺利。然后我就照做了。然后就开始一直写歌，我不知道那个是不是那个的关系，反正事情往好的地方发展。你有想过金融你要买？我有在，一直都有在看，但是真的没有找到自己很喜欢的。对，但我也可能会先搬，就是租新的地方或什么，因为老师说那边只能租到七月，想到搬就好麻烦。那之后找妈就还是有妈妈的？当然，不然呢？妈妈，请妈妈离开这样吗？那这样你要交女朋友，就会比较麻烦。为什么？因为妈妈在家啊，隔音弄好就好了。哦，他会催你这件事吗？催我这件事还好，或是关心啊？也会啊，他就可能会就说什么啊，希望有个人可以照顾你啊，陪你什么的。那、你要怎么回？说我现在这样很好。你没有着急哦？这没有什么好急的吧？这要急什么？因为以前我们每次见面，你就是有一份名单。可是突然之间空了，要一年的、我觉得我现在的真的是重心都摆在上面，随缘呐，不会特别怎么样。那你跟朋友聚会，他们当中总是会有一些，会啊会啊，当然会有啊，对啊，有好感的，不至于到会有就是哇好冲动哦的，就是要跟这个人在一起或者什么，就是当然会有聊得来的，但是就是你也不会说我们就要在一起或什么的、就是朋友这样子。年纪有差吗？冲动那个心境跟。因为听起来你现在很佛耶，不知道，就是那种心动的感觉，好像暂时没有遇到。旭旭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陈贤雄。新的一年祝大家新年快乐，牛年行大运，恭喜发财。